以前有请人，后来啊，面包没有这么好卖了哈，就没有请人哦，两工活做咯。市场很多人开竞争哦，顾客有些跑掉就是。 算啊，放我的儿子去新加坡读书，就是开这个店哦，啊，三个一起读嘞，你现在你找要多钱，就是要搏命赚钱呐，啊，供他读完大学了，现在责任完了，开心了啦，还要想什么？嗯，啊。 做久了就做到怕了了，这个不是好赚的生意，那你会可是不会了。我儿子都不要做，我女儿也不要做得了，啊，他说认为新加坡做轻轻松松，8点去5点回家哦，很难讲了。 做到不会做就 let go 了，就放弃了，不要做了。